爱心变法界，善意满人间。这些年来，我们将爱送到全世界，肯定人心本善，人人皆有佛性，希望人人能学会自爱。爱这个字在中国六书里都叫会意，你看到这个字的样子，你能够体会到它什么意思。它从受从心这个文字组织起来，它有心它有受，以真心感受为意，真心感受是爱啊，说明它不是妄心的、真诚心的感受就是爱，真诚包太虚，真诚心有多大？它包虚空法界，大乘佛法讲的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。爱就是真心真性真如法性，爱就是本性本善纯净纯善，爱就是真体真谛生命永恒，爱孕育出宇宙万物，天地万物无不是从爱心而生长的，爱是万德万能万福的根源，爱心是宇宙的核心，宇宙的一个枢纽。人首先学的什么？学自爱。你爱你的智慧，你爱你的德行，你爱你的和谐。这个德行的时候，都是自己本性里面本来具有的，不是外头来的。所以你能够好好的学，好好的去养，这就是自爱。中国古人所讲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，是你自心里头本来有的，你一样都不缺。今天变成不仁不义，无礼无智无信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这就是不知道自爱。孝悌忠信，仁爱和平，这是信德了，这是自己啊。自爱的人一定是坚固守住自己的信德，一切时一切处永恒不变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的，鼓励同学们一起学习的，要自爱，从这做起，自私自利不自爱，名闻利养不自爱，贪图五欲六尘的人不自爱，心里面充满了贪嗔痴慢疑的人不自爱，遵守佛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的人，这种人自爱。我们总得把它搞清楚搞明白。弟子规十善业道太上感应篇，那是自爱的具体说明。这三样东西，你看到生欢喜心，你看到百读不厌，千遍万遍的越读越欢喜，不但你能够读，你能够奉行，字字句句都变成自己的思想言行生活，你是真正自爱的人。真正自爱的人，这个人一生当中决定能往生，决定能成佛。自爱爱什么？爱自己的性德，爱自己的灵性不断向上提升，爱自己的智慧，爱自己的德行，爱自己的向好，这是真爱啊。然后你才能爱人，爱人
如己啊，爱过如家了，这个爱才能够扩充，才能够广大，扩大到凡是人皆须爱。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现在变成凡夫，造作罪业，这就是不自爱。自爱才会爱人，爱人从爱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家亲眷属开始，再慢慢扩大到爱一切人。在佛法说，不但爱人，还要爱树木花草，爱山河大地，要用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对待万物，要像天地一样，没有一丝毫私心，没有一丝毫分别执着，平等地照顾一切众生，爱心变法界变虚空。人懂得爱人，就不会害人。仁者无敌，仁爱之人大慈大悲，心里没有敌人，没有冤家对头，大家都推行仁爱，社会就会祥和，问题就能解决，一切冲突都化解了。爱人者人恒爱之，敬人者人恒敬之，善有善报的因果法则是跌扑不破的真理。这种明了因果法则的仁慈博爱，正是促使当今世界迈向永续和平的根本因素。大学教导我们要格物致知，要明明德亲民，唯有克制自私自利的欲望，才能开显光明的智慧德行，以仁慈博爱去对待一切人事物，提倡孝道，以启发人们天性的情爱，提倡尊师重道，以启迪人们自信的恭敬，在孝亲尊师的基础上，将这种爱敬之心进一步推广，去爱敬每个人，乃至爱护尊重地球环境，这是世界永续和平的康庄大道。这种圣贤教育是我们迫切需要提倡的。现在我们有幸遇到这个千年难逢的机会，能够担负起承传传统文化延续圣贤教育的慧命，利益世界人类的使命，这个修起无量功德的大好机缘让我们碰到了，我们要好好把握，发大誓愿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做一个无私无我的新时代文化传人。中国圣贤告诉我们，人性本善，那是因。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诸佛菩萨帮助我们什么？帮助我们去做佛，回归到本来是佛。所以我们要懂得自爱，要懂得自重，自己本来是圣，本来是贤，本来是佛，本来是菩萨，回头就是。